林若雅签孙志浩成口腹之欲，所以我不敢想象，如果说我们真的如果可以在，如果会继续下去，然后有发展，有未来的可能性，我不知道后面还会引起多少的风风雨雨，是我没办法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，对啊，承受。When the sky is crying, when the road is near the end, baby, I will hold your hand. 哎，看来林若雅和孙志浩已经熬过如枪林弹雨的肥短流长，牵手夜游好恩爱呢。苹果九日晚间直击他先在新义区知名麻辣锅店欢喜用膳，他看来是福太些。哎，不知是不是热恋带来的幸福肥，还是热锅带来的脂肪肥？跟你说，肥足有一种的，就有一种，没别的嘞。孙志浩倒还是老样子哈，脸圆乎乎的，但还颇具性格的大叔。两人抛开了前程假经文的枷锁，哎，堂堂正正谈起光明正大的恋爱呢。Every journey ends, but we go on. The world turns and we turn with it.哎呦，林若雅吃个大饱出来，不停的抚摸肚皮，一直抚啊摸，抚啊摸，抚啊摸的。孙志浩看了也不禁助他一掌，呵呵，催吐吗？不，只是亲密示爱啦。林若雅今年生日才在微博写，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，容易满足，谁吃都是天堂。是啊，不管这世界多虚无多崩坏，就只有你们俩，这就是爱的力量啊。一旦你们俩就这样去哪，床的世界。苹果娱乐新闻富含隐喻性报道。